赛萌内女团 aespa 一出道就获得了广大关注，成绩也是相当不错。17日成员们出席了新曲线上记者会，公开的新歌 Next Level 是由玩命关头特别行动的歌曲改编，并融入了 aespa 独有的风格。虽然是翻唱，依然让粉丝们相当期待。众所皆知， aespa 出道时公司就替每位成员都量身打造了一个 AI 虚拟角色，日前释出的回归预告更是拍得朝向电影。在记者会上， Karina 也透露，在出道前他们长期接受了教育，因为要彻底理解 aespa 的世界观才能进行活动，所以像在上课一样学习了很多。成员们现在已经能完全理解了，虚拟角色来到了现实世界，一起度过了一段时间。由于角色都是根据成员们的数据为基础制作而成，所以不需要磨合也能很好的心灵相通。最后还强调了我们是八人组女团，一本正经的叙述中二概念也让网友看了纷纷笑说，孩子们赚钱真是辛苦，这真的不是在洗脑吗？